不错了。现在上下牙，注意上下牙，肩胛骨松下来，对，松下来。哎，他现在开的多好了，现在你现在开的幅度，你眼睛都能看着开的很大了。这个锁骨可能也有点疼了，变得这个可能这里边有活动劲了。你害怕不害怕疼？我不害怕。前面只要好就行，是吧？对对。哎，对，你要想好，就要不要怕疼，要怕疼就好不了。胸部含下来，再含下来一点，对，含下来，不要往这儿扎，往这儿抱，哎，把这个夹的这个球抱上。哦，你没学过这个，你怎么没进去啊？中路班你没进去啊？怪不得他不会啊。